嗨，我是 ITV。 那今天要跟你们分享是呢，我最近呢手滑买了非常非常多的眼影盘，你们看超级无敌多，里面有一些呢是大陆的品牌，有一些是韩系的品牌等等，就是各种不同我有兴趣的彩妆就一次过全部买回来。因为我也算是蛮久没有买眼影盘的，所以这次呢就大量的采购一些我有兴趣的品项，我来跟你们做分享。那因为这里的彩盘呢非常多，然后我又不想流于形式跟你们刷刷色，或者是讲讲心得之类，就这样子飘走，我就想要一个一个品项跟你们分享它用起来的心得跟它上妆的感受。所以呢，这些彩妆呢基本上我会以一个单独影片来跟他们做一个简介跟分享，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之后这一些都会陆陆续续的上影片。那今天呢，头泡想要来用的呢，就是我没有用过的韩牌，就是16 brand。16 brand 呢，其实已经进来台湾了，只是因为我对于他们家的彩妆并没有太有吸引力。对，已经来台湾的，我觉得还好。那这个我为什么会买呢，跟为什么会想要跟你们分享，原因是他这一次推出这个最新的这一盘啊，是一个很美很梦幻的颜色。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对，那这一次他们的新盘我总共买了两个色号，一个色号呢是这个全紫盘，另外一个色号是这个全橘盘。那今天这支影片呢，我会来给你们画这一个非常温柔的全紫盘。然后我之前看别人分享他们家眼影的时候呢，就有分享到我们的包装啊，跟整体的设计概念都非常的很像杂志的感觉。然后我自己收到呢，我也觉得非常像杂志，然后它做的厚厚的。然后它其实做这样子厚厚的原因是啊，它要保护里面的眼影，所以这样子的包装我是觉得很赞的。你打开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其实眼影盘是镶在这个包装里面的，所以它其实有足够的空间去保护这个眼影，让它避免摔碎还是什么的。而且这样子打开之后，你就会发现很有仪式感呢。里面有一些像里面的配色简介啊，还有一些眼影的画法啊。如果你真的不会用的话，其实你可以依照里面的步骤去教学，然后去模拟出一个妆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它这个包装上非常的善用空间，把所有的空间都用完。然后这个包装呢，就是一贯的16 brand 的这个包装。然后它这个颜色啊，就是我真的是看到照片之后，我就觉得我没有这种眼影盘，我想要试试看。然后我们这种叫做多功能盘啊，不算叫眼影盘，它可以用在眼睛，也可以用在颊彩，所以它算是multi的 palette。所以你可以用在脸颊跟眼妆，可以一次解决。然后这次的这个紫色，你不觉得就是非常非常显白、非常梦幻的颜色嘛？然后虽然我不确定我自己的肤色是不是用这种非常冷调的紫色，但是我想要来试试看。好，那我们现在先做一下手部的试色。首先，我们先从这一颗开始。这一颗呢是一个很美、很美的一个，算是金属珠光加一点点亮粉、亮片的感觉。它的妆效应该是非常之韩系、非常美的那一种。哦，有没有看到？它就是非常韩系那种细粉细沙感的亮粉，那里面呢是充满各种不同的那种紫色亮粉，非常的精致，这打在眼睛上会非常的闪。然后再来就是这整盘里面的这个标志色，这颜色呢其实就是这一盘的灵魂，它的颜色呢就是非常非常紫，它是一个有带小闪粉的那种雾面眼影。这一颗刷色起来的时候呢，我觉得它的粉是比较松散的，非常的紫欸，非常芭比紫的感觉。然后里面呢确实是有亮粉那种微微的细沙亮粉混在这个雾面的眼影里面。再来就是这个紫藕色，这紫藕色呢其实是比较偏冷调，然后也比较深一点点，可以拿来当做是眼波的颜色。他们的雾面好滑哦，好丝滑哦，他们雾面你看他们显色力哦，其实是还不错的，像这一颗的显色力其实也不错，延展性也很好。然后这个碎钻的呢，延展力就稍弱一点点，但是它的那个碎钻感非常的美。然后这个雾面色呢，上在皮肤上其实它的感觉并没有到太难驾驭的感觉，我觉得这颜色也蛮好看的。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一盘里面最深的这颗颜色，这颗颜色呢不确定能不能拿来做加深色，因为感觉它不够深的 feel。来看看，刷，可以。它这一个深度是 OK 的，而且它这一个深紫色啊，也是有带藕调的元素在里面，然后是偏冷的，它不是棕色哦，它不是土色哦，它是这种紫藕色的感觉。然后再来是这一颗雾面的夹彩，然后摸起来也是，很，他们的雾面真的很惊人，就是摸下去是非常非常细绵的那一种粉质。然后这颗颜色呢，其实它是蛮淡的一个粉色的感觉，那种
含妞粉紫色，然后上在皮肤上呢，它有一点打亮的元素，对不对？有点粉紫粉紫打亮的感觉。然后最后就是我最期待的这一颗非常美的波奇色，这个颜色呢，我有一点点不知道它到底是腮红还是打亮，我没有看说明，所以我今天就是要直接以我看它的妆感直接使用到脸上。然后摸起来这颗是比雾面的再硬一点点，再细滑一点点。它是什么样的妆感？哇哦，它是打亮欸，我以为它是那种更深的腮红色，没有，它是打亮，而且它打亮色的那个碎钻感，这一颗应该是可以拿来当打亮，也可以拿来当做是那种眼部的碎钻打亮。我看了这个配色之后，我真的觉得这一盘非常的紫，我不知道能不能驾驭它。尤其是这个颜色，我完全圈粉欸，这个波漆的颜色，我没想到出来的妆感是一个这样子碎钻亮粉的妆感，很美。来，我们来直接上眼睛看看。好，那首先呢，我就先用这个腮红色，它其实是有一点点提亮的那种打底的效果，我就先用它做眼皮的打底。然后这个颜色呢，飞到不行，非常的飞粉，所以它们的雾面很细，但是就很飞。如果你是一个怕飞粉的人，你就要小心的购入。这一颗真的有办法提亮，而且它散发出那种淡淡的紫色的感觉，它的显色力呢极浅。我觉得这颗颜色拿来当我腮红，等一下会非常非常的淡。不过拿来做眼皮打底，它真的有提亮的效果，就整个眼皮有干净的感觉，有一点紫紫的颜色。然后再来沾这一颗这一盘的灵魂色。哦，很掉粉，超掉粉。在眼皮上先微微的上色，在内眼皮，那叫什么？双眼皮褶内，微微的上色。用到眼睛上的感受呢，就是它刷色出来啊，其实还蛮深的，就是你会觉得这显色度是还蛮正常的。可是上到眼皮上呢，你就会觉得它就是非常非常经典的那一种，淡到不行，很细眼皮，真的好淡哦，不是那种美细的那种，你一点上去就会有那种颜色饱和度，没有，它这就是可以慢慢堆叠，然后淡淡的 feel。 然后再沾这一个我要拿来做眼波晕染的颜色，好飞哦，我要帮它扣分了，太飞了。这个颜色不深啊，你们看哦，刷出来是有彩度的紫色啊，可是上到眼睛上就几近为低显色度的眼影。用一个大的晕染刷呢，晕染开所有的边界。用到这边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一二三的颜色用起来在眼皮上并没有层次上的差别。你不会觉得这个颜色比这个颜色深，那个颜色比那个颜色浅，没有，它用起来就是一团紫，对，没有什么让你惊艳的那种紫色的差异度，用起来都很相似。没关系，我们还有其他颜色，我们把它用完再说。那我们来用这个最深的颜色呢，做眼尾的加深。这个颜色总该深了吧？我不懂，呵呵，这个彩度是不是只有韩牛能用，或者是那种白雪公主能用，像我这种黄鸡根本就没办法啊。而且黄鸡用这种紫色眼影啊，冷紫色眼影看起来好灰哦，就它没有办法展现出最美的这种鲜艳的紫色。我现在目前为止用起来，我是 a little bit 后悔，就是觉得我以为画出来会很鲜欸。好，我们完妆再说，不要把话说太快，一直提醒自己。好，这最深色我还是点点点，它还是一样是淡淡的那种
灰土色，它没有加深的感觉，啊，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更深一点点的紫色，好看不关自己，用那么浅的色系哦。目前为止用到那么多颗颜色，都还是感觉是一颗颜色。Hello， 不要闹哦。好，那现在我要用这个很美的水砖打亮色呢，来打亮一下我的双眼皮，直接大面积的打，然后到眼睛前端的部分也是用这颗。这颗它的底色呢极浅，然后呢它的亮粉呢非常的多，然后用起来呢就会感觉亮粉很散，亮粉很不集中，亮粉而且还飞到乱七八糟，像我这边都是亮粉，它很不贴。然后为什么这眼影可以让我对他那么多抱怨？这亮粉没办法打亮哎，就是你懂我意思吗？它不亮，你们感觉到亮吗？应该只感觉到很碎吧，就是它很散。好，那我们出动刚才我手上试的这个打亮色这一颗，我们来叠加看看，用它来叠加应该可以了吧？等一下这一盘我是擦心酸，是不是？它是有稍微的真的变亮了一点点，但是就是非常的一点点，而且它没有办法叠在刚才这一颗的上面，它就是叠上去之后还是会打薄原本的那一层，所以它没有办法就是上去到最亮的那种感觉。然后下眼影的部分我就用这个颜色来上，不知道为什么对它有一种半放弃的状态。有好看吗？还是你们觉得好看？然后下眼影的前端的部分呢，我就用这个灵魂色稍微的点点，看有没有点出那种紫色精灵的感觉。好，那我现在呢上下眼影这样子就暂时完成，你们觉得如何？还是你们觉得其实也不错看？我不知道是我看不习惯这样，我觉得这个彩度我是不给过关的啦。那但是如果你是大白肌的话呢，这搞不好也会适合你。但是在我自己用下来，这种彩度跟这种色系的眼影我是还好。好，那我先把我的眼线睫毛膏补上，等一下我们来试腮红跟打亮的部分。好，我已经上好我的眼线睫毛膏了。那现在呢，眼睛看起来就终于有一点点深邃度，跟有一点点那种线条感了，看起来就不会像刚才眼影塑造出来的毫无深邃度可言的感觉。那现在加上眼线，感觉整件事情就变得比较合理一点。那我现在呢，眼头的部分呢，我想要用这个大理石的这一颗稍微的打亮眼头干，忘记这个步骤，现在来补一下。好，那现在呢，我们来上一下腮红的部分。那腮红就用里面的这一颗腮红，这个腮红呢，我估计在我脸上是不太显色的啦，因为它其实刷色的部分其实都非常的偏白偏冷，所以用到我的脸上会好看吗？好，不然。就是一道雾白光，就是一道雾光。你刚上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是一道雾光，没有彩度的雾光。可是呢，你跟这边比较的话呢，这边就好像有一点点紫紫的感觉，但是这紫就稍微的非常之不明显，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浅。我再多叠一点看看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啊，如果你要拿来打蓬你的这个笑肌这边的话，我觉得效果是不错的，因为它 的紫色的元素没有很多，但是蓬感还蛮明显的，看起来脸蓬蓬的，蓬紫蓬紫蓬紫色。然后在这颗啊，真的可以打亮吗？我有点怀疑，你知道吗？因为这颗出来的妆效是水钻感啊，可以打亮吗？我们来试试看。好，我沾了。
我是怕我满脸亮粉而已，因为它遮出来真的是满满的水砖感，没有什么珠光在里面。我跟你说，不煞不显色，煞不服帖。我沾的时候，对不对？我这样扫个两笔，它的粉是在空气中这样一颗一颗的消散，所以我已经沾非常非常多次了。然后再加上像我脸上呢，其实蛮多粉的，像刚才有定妆的粉啊，然后有腮红的粉，然后所以这一些比较水砖比较有重量的粉呢，其实它是很容易飘走，没有贴在脸上的。好，我用手。用手就稍微贴了一点点，它的感觉是这样子，但是是不好看的，因为都是亮粉，满满的亮粉，我示范给你们看就好，你们看看，看开心就好，但是就不要这样子用，这样子用不好看，不精致，人家会觉得你是一个很不会化妆的人。好，这一盘大概的心得就这样子。我先把我头发整理一下，等一下我们回来说总心得。好，那我总结来说这一盘呢、啊，我自己用下来，我就觉得，我觉得它适合给白雪公主，或者是适合给超级大白肌的人用，才能看出它里面的那种深邃度的感觉。像我这种黄肌，或者是如果你是小麦健康肌的话呢，这一盘是完全看不出层次感的，用起来呢也觉得还好。然后里面的那种亮片亮粉啊，我也没办法推荐，因为我真的觉得那个质感跟那个妆效太散了，没有办法很集中的看到很美的光泽，所以这一盘我自己整体下来，我就觉得它有颜值，但是它没有实力。这一盘是这样子的心得，然后目前是没有进台湾，所以很幸运的是我帮你们从代购那边避雷，所以到时候如果进台湾的话，你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一盘你们要不要买。好，那以上呢就是16 brand 的这个纸盘分享，希望这次影片对你们有帮助。那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呢，记得帮我按赞还有订阅我频道，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拜拜。